然后就到这学期了，这学期是我提前了十天来找他。突然我说你怎么了？你说呀。然后他就，他这不是生气，他是想家了。对，能，就第二天我就想家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憋了好久，然后他一下就把我说的，然后我就哭出来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先问你，你回来的时候见到我开心吗？开心啊。感受一下最奶的鱼有多软。坐着就喜欢抖。轻点握我的手，握我手这么用力，你不知道我疼吗？我老公差点踢我老公李易峰，他5月4号啊，李易峰好像也是5月4号是吗？我记得。想怎么过就怎么过。他要叫我每天放学来这拍视频，比较好看。什么？你爱我什么？他们在说什么？我看不到。娇娇鱼。喂。鱼正在，他应该是吃完药后的症状。爱你。别再这么纠结，你又像喝醉了。他真的好像喝醉了。我操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眼皮怎么了？这儿是他啊，这怎么了？不知道。怎么了？下播了吧？下播了。我不太好。谢谢那个叫萨萨，是萨萨吗？喝，起来，喝什么？晚安，拜拜，晚安。